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慈济新闻深度报道，我是黄晨佑。缅甸是个人口5500多万人，是世界的粮仓，但是在今年7、8月的时候发生了连续的大雨之后所造成的水患，却为这个世界的粮仓带来相当大的问题。因为这个水一淹就淹了2、3个月，当地的农民没有办法耕种。还好一群的慈济志工结合了马来西亚、结合台湾还有当地的志工，一起在3次的勘灾还有发放的过程中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故事。每位村民人手一张近思语，内容都不大相同。当地慈济志工把握机会传递每句好话。喂大的喂大的高呢高呢高呢哦米大米大不大的米大米大的不能猪不干撸啦撸啦大伯家的慈济基金会到缅甸发放绿豆豆种给受水患之苦的农民，志工们在烈日下传递每包豆种，加速发放流程。而台湾驻缅甸代表处的副参事也穿着慈济背心一起帮忙。每包豆种都象征一个希望，让农民能够翻转贫困生活，也让善念在缅甸农村扎根。来自台湾、马来西亚以及缅甸慈济志工共142人，从11月2号一直到6号，一连5天发放，都从早上4点半一直到晚上10点才结束。到了最后一天，每位志工脸上仍然看不出疲惫。给他们种一个善的种子下去，给他们带来希望。他们其实一直非常开心。农民们都说，我们会把这个豆子好好的耕种，希望它大丰收，再去当福种送给别人。这是我们最开心的。付出是快乐的，行善的脚步也不会停止。赶紧发豆种，明年雨季之前，慈济志工将继续深入缅甸各个乡镇发放豆种，一直陪伴在他们身边。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因为看到的是从绝望而看到了希望，这次非常的感恩。在我们现场邀请到2位，这次发放团队都有参加。首先介绍的是我们的慈济志工詹农真师兄，师兄你好。主持人好，全球的观众大家好。感恩农真师兄这次承担协调还有整个先遣团队的这个责任。那在另外呢，就是我们这次年轻人的代表是怡琳师姐。怡琳师姐你好。主持人好，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首先要先请教农真师兄，其实我们知道这3次的这个从先遣团队到采购到最后的发放啊，从9月底到10月中到11月初，其实这历经3次这个过程是不容易，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心得跟挑战？第一次接受到说要去缅甸发放的这样子的一个讯息，那第一次就是先去勘灾，勘灾之后了解到这整个的那个灾民的困苦。那第二次要去之前回来跟上人报告，也就是说勘灾的结果，我们回来大家商量的是，我就是水稻、旱稻还有豆种三者要让这个受灾的农民来三选一，选一个。但是上人的看了之后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的三选一？万一农民他的豆种那收成不好的时候，但是我们稻种还是要发给他。所以上人的指示就是说，除了豆种及时性的这样季节性的一个发放之外，那明年我们还是要发给他水稻的稻种。那第二次去就是去采购豆种，还有一个小型的一个试发放，一个小型的村的试发放。那回来以后，我们也跟上人报告说，那这样子的一个发放的过程，我们预计要在10月底之前来完成。可是上人说，这是一个季节性的东西，上人这农民的一个急需，又是季节性的东西，我们要赶快发，否则过了这样子的一个季节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办法来播种。所以在本来一个月的当中的一个时程，我们把它缩短到5天的时间，我们就把它发完。对，所以本来是这个豆种的这个部分，他们是预计11月中下就准备要播种的概念。是。所以如果我们按照原来的计划，那是怎么调整的？怎么可能从一个月又调整到5天就发放完呢？因为这个当中，我们就上人的睿智说，我们中餐为了节省人力，
节省人力，那我们中餐就免了，就给他面包跟水就好。所以我们本来都准备中餐给这些灾民吃，对，但是就是还是要给他们吃，但是就用简单的方式。对，那后来在这几天当中啊，原本是一个人一个人的发放的概念，但是后来这几天的一个情况就是以村长带着他的村民来核对这样子的名单之后，就以村这样一个给领走，好，然后发放仪式是大家一起来的，但是来了之后，我们偏远的村先领走，那邻近的村他还可以回家去，然后下午再来领，所以这样子就缩短了我们整个的那个发放的时间。真的是不可思议，本来一个月的能够缩到五天，对，也感恩上人，但是更要感恩啊，这个志工在当下的这整个智慧的凝聚是不容易的。对，感恩龙真师兄。那要请教宜林师姐啊，其实我们都看到，在这一次的这个过程当中，都是非常相当的不容易。但是我相信，一个年轻人可能跟农村也有点距离，这一次好像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结缘品。对，第一次下农村，我觉得是完全不同的体会哦。我记得去农村发放，去家访的时候，那天35度，缅甸的太阳真的是很热辣。那正中午的时间，我们要进到农村，是坐着9人座的小巴，开到一半进不去了，因为那个路太颠簸了。所以呢，那个师兄姐就找了当地的农民开拖拉机载我们进去到农村。那我记得有一天访问到一个叫 Dokimo 的太太。那他跟我们分享，他说他的田呢，他是必须要划着船渡过一条河才能够到他的田里面。这个是水灾之后才要划船？没有，他平常就必须要划船，但是他特别的辛苦，因为他的田在最低洼的地方，所以每年淹水他必定淹，他已经7年没有收成了。那7年没有收成，再加上他又说他的儿子31岁在田里面种稻的时候被蛇咬了，就往生了。所以7年没有收成，儿子又往生之后，我们就问他说：“那你怎么有收入呢？”他说：“他就是想办法打零工，做一些手工来养家。”那所以我们除了慰问他以外呢，还有我们带了静思语跟他做分享，因为上人说“苦即拔矣，复为说法”。那静思语就让他自己抽，他抽中了哪一张？那张叫做“有心就有福，有愿就有力”。那看到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震撼，因为是这句静思语是在我小时候在儿童精进班的时候上人鼓励我的，所以把同样的一句静思语在不同的时空，在缅甸的农村跟这个农民分享的时候，他听了他很欢喜，他就说他非常的高兴慈济人来分享给他，那收到了这个豆种福种，他要奋发起来，希望把豆子种下去以后有好的收成，他就可以翻身，他有能力可以再去帮助别人。所以真的是在那个当下，不是只是这个福种，而是这一句话也能够把这整个精神跟希望能够带到。所以真的是很感恩，不论是整个勘灾过程的发放，这份智慧的凝聚，还是把智慧的静思语带到，我觉得就是对他们最好的一个感受。对，那当然除了在慈济的发放之外，还有在当地许多的团队，还有许多的慈善单位呢，也都一起投入，因为这毕竟是相当大的灾难，要一起来抢救世界的粮仓，需要全部的人一起来。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其他的组织他们在做的是什么，怎么来帮忙缅甸这次水灾。站在堆放豆种的货车上，22岁的密威乔卖力的工作。多年前，他是慈济长期关怀援助的孩子，但这一回他翻转手心，成了助人的人。慈济在缅甸的豆种发放持续进行，当地志工总动员。陈秀宝担任司仪，希望透过自己有感染力的主持方式，启发众人善的能量。因为他要回程的路，他把那个1000块，他今天只带了1000块，把1000块全部都捐出去了。这就是看到我，就是感到特别感动。发放现场不止慈济人倾巢而出，不少慈善团体和实业家也全力相助。啊，这有帮我一路去社会感谢工，那边出去这代志啊，这一段，我第二条，那边我这政治啊，去解决后遗症，去解决这个教化管理后遗症。
来分这个会，分这个会，这样在农民在做，做产业人。志工对农民的关怀，除了在发放现场，还延伸到他们的家。看到他们住的条件，那看到他们的生活的状况呢，真的是也可以说上人常常说的这个见苦知福。真的是看到每一个人拿到这样稻种的时候，那一份欢喜，还有得到这真正的一个解脱，一个方法能够帮助他们啊，真的是看到的希望。那想要首先请教怡玲师姐，看，其实我们刚刚看到啊，有蛮多年轻的人来投入，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当地年轻的他们的这些志工是做了什么，怎么帮忙的呢？哇，这要讲我真的是太赞叹了。其实这次我们总共发放12000多户的农民。那这个名单光想就是很浩大的工程，我们从决定上人决定要发放到我们实际发放就差不多10天左右的时间，所以这个名单收集来了以后有很多重复的部分。那我们是靠我们当地的慈少还有慈青，他们大概有30个人左右住在我们的分会里面打地铺哦。那12000个名单有很多重复的部分，所以他们一个一个这样对出来，发现重复的删掉，重复的删掉，这个工程很浩大的。名单确定之后，再来他们要写手写发放卷的部分。缅甸文很困难，我们都没有办法写，不认得缅甸文就没有办法像蝌蚪一样哦。所以12000个物资卷，30个人在做，他们大概我看13岁到17岁左右的年纪，每天只睡2到3个小时，就是急急忙忙一定要把这个发放卷赶出来，在每一场，所以我觉得特别的赞叹，这么小的年纪，他们愿意投入在这么重大的工作里面承担。他们都睡在打地铺会所里面，对，写累了，然后交替一下睡2个小时，赶快起来又继续再写这个发放卷了，我觉得。非常的了不起，真的是很赞叹，而且非常的重要，很重要，因为这一个动作是要确认名单的确实性，对，所以表示这个年轻人啊也是可以有担当的，可以承担，也是可以承担这个重要的一个使命啊。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这一次龙真师兄从一开始的这个先前的勘灾，到采购，到后面的发放，也都是完全的参与哈。那这一次发放过后，也是有机会再做一个发放后的回访。那去特别去回访当初勘灾的时候，去看到一些比较重灾的一些，有一些精彩的故事能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第一次去勘灾的时候啊，那我们到了那个梁里村这个里面有一位农民啊，他叫吴丁提。吴丁提当初我们去的时候，他真的很苦，他说一无所有。但是我们跟他提到这样子的时候，他就讲了，他说从来没有团体来帮助过他们，他们也没有仰赖说什么人会来帮助他们，但是他们听到我们跟他分享以后，然后跟听听他诉苦以后，他就心里就宽敞很多。那后来他也讲到说，万一真的没有吃的话，他们家前面有一个大食堂，那就进去抓鱼，那就是吃里面的这温饱哈，可以这样子。那第二个就是说，他也提到说，万一真的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他会把他们家门前的这样子的芒果树砍掉去卖钱。那卖钱做什么呢？卖钱就是可以当柴火来烧，也就是说，他已经到了一个山穷水尽的一个地步。所以我们这次回去的时候，就一直想说，回去看看这些农民他们到底拿到了豆种没有？那他们拿到了以后的这样子的感触，到底对他们有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帮助啊？所以我们这次就回访到梁林村啊。那这些农民呢，其实拿到了豆种以后，他们讲的就是说，真的美梦成真，原本想说不可能的事情，那怎么就是在短短的这样子的一个月里面，我们就来发放了？所以他们觉得非常非常的震撼，而且他们说这个来的真是及时雨。因为一年里面啊，它的豆种是最最能够收成的效益是比水稻跟旱稻来得好，所以他们真的期待说能够以豆种来那个改善他们的生活。好啊，最感动的就是他这里的一个梁林村的一个村长，那村长呢，村长他就是说
所有的村民里面200多户大家都领到了，但是有一两个人没有领到，村长就把他的豆子给他，他自己是没有的。那再来就是说，其实有些农民是不相信说这个豆子真的有仪式上讲的说，发芽率可以到90-95%以上吗？结果他村长就告诉他们，你们回去以后，你们可以把你们的豆放在水里面，那看看怎么样。结果回来的那个回答是100%的发芽率，所以这个农民都非常非常的高兴，他们很欢喜。对，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村长呢，他也提到，就是说，他还没有领到米铺满的时候，有听过那个乌善丁的故事，结果他自己在家里就在米缸里面就日存一把米，这个是让我们非常感动的地方。然后呢，他后来我们就跟欢丽的师姐说，干脆你就问他愿不愿意来当我们的慈济志工，结果他一口答应，就是我们愿意来当慈济的志工，真的是很感恩。的确就是这一把米的精神，而且就是看到那个稻种是真的是龙真师兄，你其实有跟我分享那个稻种啊，那个豆种啊，其实是他说是不内销的，是就是专门指外销到其他国家。其实缅甸本身是不流动这种这么高品质的，那他们今天拿到真的是一个福种啊，所以就像是上人在说的，就是如果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福种种在我们的心中，其实就是从这一把米做起，人人都是菩萨。让我们恭敬的心来聆听这一段上人开示。缅甸大水灾，我们看灾过4个省有8万多的人负担啊，都是比较穷困的农家，他的土地都受损了，这稻种都空包了，没有收成，所以呢他们真的是无以问苍天，慈济人从马来西亚、从台湾的大会合，在那一片土地走了4个省，发现一一的挨家挨户的去看了，回来汇报了，决定了要先把握时间发放了豆种。把握时间，所以即使又开始去发放，我们也期待他们点滴累积，好好的，即使可以汇集起来，也可以帮助别人。没有铜板的人，可以每餐啊煎一把米，也可以帮助别人。那是10年前呐、他们的灾难，我们第一次踏上啊，我们帮助过他们，也教他们的竹筒岁月，这叫做启发心灵的富有。乌善丁哈，这一位他就是带动的最好的，常常呢出来分享他曾经有过的经验，这都是翻转人生啊，现在也受证了啦，这都是很好的现身说法的个案。虽业因缘哈，造因啊缘牵，成语呢早上说过的，那这个一正二报，那我们人人呢在自己的中间呐，起心动念呐。无不都是呢，业门在咧开，你要造的呢是福业呢，或者是要造的呢恶业呢？这种业门，心灵的业门在开着，所以在世间上，同一个时间，不同的世界哈、生态，真的是要好好的谨慎，好好的生活，那多造福。
十年前因为一个灾而启动了一把米，而十年后的今天又是一个灾，但是我们带动更多的人间菩萨。非常感恩今天两位跟我们分享。那董真师兄，您这个过程以来您的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小时候也是农村子弟，那这一次能够有福报去连续去缅甸三次，那好像就是把我的这样子的拉回我小时候的这样农村生活，那看到缅甸的这样子的一个苦啊，那但是他们还是安贫乐道，能够在这样子的农田里面这样子的很困苦的耕种当中，可是他们还是就对佛法还是求法若渴，所以让我非常非常感动的地方就是说，他们这样子能够不管是怎么苦，可是他们还是都会在寺庙里面来听法。那另外就是说，让我国际赈灾这个部分也让我见证慈悲，尤其是上人这样子的睿智，这样子的大悲心啊，那把这样子的一个福种，缅甸十年的一个大礼送给缅甸，那也能够希望说期待有这样子上人的大悲愿，能够改善他们整个农民的生活。那让我个人感受最深的是见苦知福之后，那这样子的一个重拾农村生活之后，我个人必须要更加的把握现在能够做的，能够去聚大爱共福缘，好，那能够跟这样子穷苦的这缅甸的这些农民呢、啊，那一起来，好，在以道种为道场，那这样子来一起来共福业。感恩罗真师兄发这么大的心愿，那想要请教怡琳师姐，其实这一次也是跟爸爸一起到了这个发放，那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心得。嗯，这是我第六次的国际赈灾，那以前呢只能够透过文字或是回家说故事跟爸爸妈妈分享，那这一次很感恩有机会可以带爸爸出门哦，带爸爸出门，爸爸说他终于被我带出场了。那其实上人在说行善行孝不能等，那爸爸什么都有了，所以我觉得我买什么给爸爸都没有意义。那这次带爸爸出门，让爸爸自己去体会。爸爸说见苦知福，在刚刚的影片上面有看到。那我发现他每天在做的时候，他每天都就欢喜耶。那到第六天的时候呢，他就跟大家分享，他说啊，我如果这六天呢没有来发放福种住在台湾的话，在公司一定每天都是烦恼，但是来了缅甸，每天都是法喜。真的是见苦之福，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幸福就是可以带家人一起行菩萨道。真的很感恩怡琳师姐啊，也感恩龙真师兄。其实我们知道上人的这样的大慈悲心跟大智慧心，真的还是需要有像在座各位的那份发大心立大愿的菩萨，才能够把菩萨道铺在全球。感恩两位，感恩两位我们分享，所以一定要力行菩萨道来拯救全球，能够我们能够帮助到的人。慈济新闻深度报道，感恩的收看，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